没钱的在家附近耍耍，连明星也不例外。昨天有位去日本大阪的网友，在飞机上遇见同机的热恋明星情侣关晓彤和鹿晗。在大阪街头也有中国游客拍到了两人在街头并肩行走的画面，看来两人趁春节这几天好好在国外发展下感情。然而底下留言的网友们却不见祝福，对于两人的关注点全部跑偏。有网友说两人看起来像姐妹，也有网友关注鹿晗之前不是说不能坐飞机，现在又为爱豁出去了，甚至还有网友开始对比两人身高，这画风